下班休息看直播，放学回家学操作，错过精彩怎么破？我来帮你放重播。欢迎收看由乔点出品的《主播真会玩》。法穿加卢登，怪不得他自己脆，但是他的吸血能力很强。我死不了，我的人马，你知道有多吓人吗？我死了吗？我是这也死了，200滴血还是300滴血？这个死亡之子打了我300多滴血，我操！他就是发育跟我一样，也没有用。葵花就打来，直接三四优势，杀不掉也无所谓，你知道吧？没必要去冲他，啊，他就崩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这个钱没得打，剑也没得吃。这个经验都敢吃，就是，不要急，不要慌，这时候要冷静。哦，这就冷静不起来了。哇哈，如此啊！屠龙宝刀点击就送。我给你们丢个眼。怎么刷？你这波怎么走？哎，他没闪现。锤你胸口，大坏蛋！我们俩被双杀了，我还要笑。好，到刘某作画。简单。这是山竹工哎，我以为我在你的心目中应该是衣服，应该周杰伦这么一个对象。日你妈的批，吓老子一跳！点击左侧录制按钮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。你们没被吓到吗？哎，你们没被吓到吗？你们在笑什么？你们没被吓到吗？哇！哇哇！黑科技连招，真的黑科技没见过，兄弟，闻所未闻，你见过吗？一为一，垃圾消防。嘲讽一下他，好吧？他要替菲菲报仇，他打不过你的，快！我打不过你，太极拳，太极剑法，一
克！太急了，太急了，太急了！没人量，人家他们。哇，不要火男！看好这一波我的伤害，防开！就收！五杀了，五杀了，五杀了 ！Double kill！ 哇，这五杀了，兄弟！一克！一克！一克！当然是选择原谅他了。这个抢的也太过分了吧！这抢的也太过分了吧！想要我的鸡腿吗？想要的话可以全部给你。去找吧，我把所有的鸡腿都放在了那里。我是要成为鸡腿王的男人。即日起，小贱贱的鸡腿正式上线啦！新品优惠，海量福利，现在扫描二维码或者进入公众号主页面，点击抢鸡腿就可以选购了。啃自己的腿，让别人馋去吧。看一下小猪，这个小猪现在怕是不能看，怕是没有办法看，因为这个猪你们无法想象，就是因为它是这个乳猪，它没有办法洗澡，因为它现在身体太单薄了，就它没有办法 洗澡，你们知道吧，导致它他妈巨臭，终极臭，比他妈小孩生的脚还臭，太臭了，我的天。怎么会吃呢？没有吃，没有吃，活得好好的，而且我要把它以后养成终极肥猪，慢慢把它养大，挺可爱的，小猪挺可爱的。我要给你们抓猪吗？那我给你们抓猪，给你们看一下。Round one。Round two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小猪，好吧，满足一下你们。今天晚上最后一次看小猪，因为我每次去抱它，它会叫得很厉害。今天不看小猪了，看不了了，看不了了。他妈的，再这么叫下去，我操！邻居投诉了，说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隔壁他妈的在杀猪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打个110，哎，确认一下情况呀，有人疑似在他妈的家中杀宰猪。现在严重的怀疑，起小点送给我的这只猪不是宠物猪，是那种拿来吃的猪。绝不会动摇。你们说我该不该留他？我要不要留他过六一儿童节？还是说饱餐一顿？